自动化的一个很重要的，那跟我无关。赛特是随机，那是自动化、啊。应该说，除物物品也是会用到那个啦。你可以把全部的东西都丢到电脑里面去储存。嗯，哦，你可以很方便的储存你的东西来做管理。哦，这个这怎么来的啊？啊，挖矿啊？挖矿有水掉吗？还是有它的矿物啊？哎、欸，可能你有挖到，你没注意到吧？音乐才断线呢。它是挖到之后直接哦，我自动走路啊，不用去其他人台讲说我断线了啦。对啊，他这样台主很羞耻哎、欸。对啊，尿尿尿在裤子上了，他知道就好，你还跑去别人台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像这种感觉啊。我知道，我有看到哦，有看到哦。干嘛不知道？你越讲的是 A 一二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这是水晶，就是那个东西啊，它是把你的东西都可以用电脑化管理，然后你的东西可以用硬碟把它存在里面。好，好，听起来又是一个好高科技的东西啊！在麦克里面玩电脑就对了。哎，差不多，而且你可以用无线电来召唤你的道具。无线电。打电话 call 东西还是？反正有矿洞啊，也是哈、哦，问团团啊。哦，这样上那个东西在哪里啊？哎，这把鞋子太屌了吧！自动走高一格哎、欸。哦，还不错啊。走路好晃哦。你自动走一格，不就自动跳跃吗？对啊，就自动跳跃啊。我觉得是比自动跳跃更进阶，因为自动跳跃你会跳起来，它是不会跳起来，直接走上去。哦。就是弄一点东西，身上马上满哎、欸！我的天啊，真的也没弄什么，所以我超容易满。继续弄铁矿石嘛？铁矿石，你一开始就先用铁制工具啊，然后再慢慢往上换啊。哦，我还没挖到金啊！团团。团团，把一口的上方环，再放一组。他那个是祭坛是不是？哪个？就是那他们讲的什么矿物祭坛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个是星空模组的，星空模组的祭坛。下雨了，我的安德，安德雨，天怎么办？我好恨你。我才刚上去要去找安德了，结果就下雨了。安德这个吗？金空祭坛是白白的吗？对啊，它是白白的。欸、我知道打算玩的东西。如果是在地底下的找到的话，就有可能是那一个矿物祭坛。哎、欸，那是哎、欸，在地表的地面上，地表上那只是它一般的祭坛而已。哦，团团在哪？地下矿岩浆跟水倒进炉子就黑曜石了。哦，这有啊，对，直接用倒的、啊、可以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这可以直接升，直接做到黑曜石的工具啦。那、啊、你素不素？素吗？可以这样子吗？要不要素素看？刚被气矿买，好像可以直接融吧。嗯，不确定，忘记了。灌水跟岩浆，我记得好像可以。一开始就升到最好的武器。哎、欸，可是黑曜石不是只是耐久高而已吗？但它也可以挖到钻石、铁的那种，不是吗？看一下黑曜石工具。黑曜石，黑曜石，这里黑曜石耐久低吧？吧。耐久低吗？其实是耐久高。我记得它是可以挖钻石，但是它一开始的耐久算低吗？我看一下。
对啊，他一开始耐久算低的啊。只是他的挖掘等级是比较高的。反正要试试看吗？看一下。钥匙能挖比钻石更高哦。我要试什么啦？要不要试黑钥匙的？我试。我捞一堆岩浆啊，然后跟就跟水混合啊。那来啊。然后你模具都用好了吗？还没啊。啊，那就等一下挖黄金。嗯，他的挖掘等级是钴哦，哦，黑曜石挖掘等级是钴，所以他可以挖到地狱的矿物。嗯，你可以装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什么？就是那个、啊、基础液体储存罐，基础液体储存罐，嘘，阿纪。为什么虚他句啊？你为什么虚我？因为你想追我。我没有追你，我刚刚什么都没说。你为什么要虚他、啊？杰克欺负。哎、欸，哪有？后面卡了。嗯。喂。观众评评理啦。哦，好了好了。有啊，有包包类的，但是我没有皮革。杰克虚我。要做一个装岩浆的容器，就可以一你可以一次装好几罐啊？是装岩浆的容器啊？我要做这个啦！笑着说别人欺负我，哎、欸，我真的超不会、超不会那个的、欸，表情每次都会露馅，别人。表情都会露馅。本信，你在家了吗？还是还没？我在家。哦，那我过去。没劲啊，没劲啊！等下去你那边挖好不好？就不知道我们这边那个矿点在哪里哈。高度20差不多吧。我说我做这个啦。团团找到那个啦。哦，啊，他又不回我。他可能在玩别的吧。去楼上敲门。那反正我把这边灌浆哦。为什么你有这个了？哦，我做的 很便宜，红石加铁就可以做出来了。啊，这拿来这怎么用？它像做箱子那样，然后红石跟铁。哦，我知道、啊。铁是做。啊，这里面有几个岩浆？十几罐吧。吼、哦。白色洞穴水晶，我灌哦，矿也太多了吧？会坏吧？我是不是不是拥有者啊？还是嗯，要给我吗？怎么灌啊？忘记了，不是倒下去吗？是吗？真的哦，红色洞穴水晶，什么东西、啊？不是不是，绝不是这样。可以用粘土做一次性模具，不是？钻石。隐月，那个说用粘土做，怎么灌岩浆在那个冶炼炉里面啊？我没试过哎、欸，你们放在那个里面不行吗？啊，好像是要用导，要用导入的样子吧？导入，你要有桶子，你要有可以放岩浆的桶子，然后用可以导液体的管子啊，直接导入到你的炉子里面。这个、哦。可以吗？你这样子把它取出来啊？白痴哦、喔，我有铁定的啦，会有记录档。这个是档，这个是干嘛的？这里是干嘛的？我炉子满了、喔，好啊，那就这样子吧，先拿出来。我炉子满了，灌不进去的意思吗？接点排一口，放排一口上。有人需要绿宝石？哎、欸，他是说排一口哎、欸，排一口，排一口不就这个吗？对啊，那就点他旁边的排一口啊，这里直接倒进去。对他们说这样子，可以直接倒吗？我没试过，你可以试看看。无感，他
还先把液体清出来。放进去了，到了。哦，有了，变黑曜石了。哦，然后嘞，黑曜石在哪里？它里面啊。哭哭哭你妈！倒水。那我怪人家。满了，他满了。满了啦！你等一下，你急什么？就急。你为什么这么急？嗯，真假的，嘿嘿，嘿嘿。不过好像也是，啊对，这样 OK， 嘿嘿嘿。哦，水过多了。你都不看的哦，先生。有啦，有在看啦。满了就知道过多了啦。我的天。等水流到脚边就知道过多。对。特别。花岗岩。啊，会好少。岩浆多一。好了，合成了。哇，好恐怖的颜色。两个。这个黑曜石啊。他要不要做什么东西去看看？七个啊！哎、欸，我的滑鼠游标会挡到我的。现在七个，带两个吗？好。嗯嗯嗯。哎、嗯欸，好。安安，接完模组，能加大容量吗？可以加高啊！老实说，我后面看不懂。没关系啊，我现在只是先试完，之后再拍。嗯，然后现在缺黄金嘛，就去挖黄金吧。黄金哦，那就我带走。你们要来我这里拿黄金吗？我其实有点多呢。哦，好啊。走啊，我不客气喽。不客气喽。不客气喽，不是啊，全部拿走这样。拿，可是我现在在洞穴里面呢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啊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这种你咻一下就不见了，咻！这我咻一下就不见。咻一下就不见了，咻！我看到繁星已经咻过来了。不同才知道，想全部重复。繁星知道我的矿坑的入口吗？啊。的鱼骨很特别，在这里，我的鱼骨就是乱挖，对啊，乱挖。哇哦，这是基础抽屉，该不会找到了吧？找到什么？你找到一个往上的路了吗？对啊。杰克，你在翻什么？没有，我可以，所以我可以拿走金砖吗？金块去啊，拿 一人拿一颗应该够用吧？这里金矿吗？这里这炉右这个盆子都要点右键。那个金块，左边右边，左边、这个、左边。然后呢走，我们回家喽。啊，你这样就有一个金块啦。你要多一个吗？不是这样直接融吗？你到等一下回拿回家融啊。对啊，拿回去融啊，这样可以融哦。对啊，可以啊，你带回去融啊。你订货砖也可以融回去啊。啊，就一样喷九个吗？对啊，他一样是换九个出来啊。哦。啊。小姐，不让你来。超贱的。拒绝。一开始要做什么武器比较好啊？不是啦。啊？哦，也是可以。好好好。到底是还不是？没有，我想说你会点这边右键，然后把它丢进去。你干嘛啦？你这 Q 进去，我有点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可以直接 Q 进去吧？可以啊，我是 Q 进去的、啊。我记得可以直接 Q 进去啊。可以 Q 进去的、啊，对啊。只是我习惯是点开然后再放进去。
因为我怕它烧掉之类的、啊。来来来来来，铝跟铜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有个铝，请问你有看有没有铜？让你们看有没有铜。没有的话，给我闭嘴，拜托。他们一直叫你用合成的、啊。对啊，就用那个啊，合金啊。有了，有红金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冲动、哦，来来来，观众，观众看我的台，这个我这边很。